好，这八位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，今天他们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，他们要在基督的里面跟你更深的联合，他们要进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。主耶稣巴不得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用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浇灌他们，以至于他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他们要走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求主继续的把一个渴慕敬畏你的心放在他们的里面，让他们那么渴慕你，也渴慕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谢谢你祝福他们的生命，叫他们生命也成为他们家人、他们周围的人的祝福。谢谢主，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可以靠近一点，方便大家。中间。